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修咸顿其实在战胜阿仙奴这一场比赛之后，已经基本确定可以护级，现在手握39分，来到最近四轮联赛，修咸顿只有一和三负的战绩，场场比赛失球至少两球，修咸顿略显放飞自我。利物浦过去九次各项赛事面对修咸顿录得八胜一负的战绩，尤其是在近四次交手入面，利物浦有三次能够零封修咸顿。这个赛季首循环，利物浦更加是上半场已经三球领先。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进攻火力第二强的利物浦，在客场的表现更是独树一帜，他们作客已经攻入了43球，当中费明奴五个入球全部都是作客时的获得。战果预测，修咸顿0-3利物浦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